大家好，我是林子杰的主厨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点球巧克力。现代人比较偏向养生，所以想说做一款比较不甜的巧克力。我们做了减糖的动作，选用100%，然后民众如果买不到100%的话，可以买趴数比较高的巧克力来制作，这样。然后以芝麻口味为主，我们选用的是黑芝麻粒，这样就可以即食用。我们制作巧克力的话，要注意的是温度跟湿度，因为巧克力本身会容易受潮，所以它要维持在55度以下的湿度，然后温度的话是在50度以下，如果过高的话会焦掉。然后我们可以以微波或者是隔水加热的方法来制作。如果隔水加热的话，就是尽量避免水跑进去我们巧克力内馅里面。